但是到了第二个重点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发起来了玻璃心，这个是一个重大的问题。我们往往以为自己发了，因为我把玻璃心念为一念，觉得挺好的，感觉挺好，其实你发的心还是，那即使你那个造作的心刚开始都不到位啊。如果你的造作的那个相似玻璃心发起来啊，那都很殊胜的，都非常殊胜。但是我们可能连造作的佛音都给发不起来，只是念诵了一下发菩提心文，是吧？念完了以后，你以为你看我发菩提心了，但我为什么还有这样子呢？我的身体怎么不好呢？我还为什么这么逆缘这么多呢？是不是法啊什么不相应呢？你造作的相似菩提心都没有发起来，都没有，你只是念诵，念诵不等于真正的发起来。真正的发现就是不念诵，你心里面就是这么想的，你心里面就是真实的这么想，放下这个小我，然后去帮助众生成佛，引导众生往佛道上引，对任何众生都平等的去引导，对每一个众生都有相同的愿望。虽然不可能我们一辈子多那么多人，但是呢随缘，当你对每一个众生，任何一个众生到你眼前来的众生，你都能够有菩提心的时候，那也算是成功。可能你这辈子只见到了一万人，但是呢你对这一万个人呢你都有菩提心，见到的每一个众生都有菩提心，我相信你没有见到的众生你同样也有菩提心。但是你见到的人当中你舍弃了一个，就会舍弃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就一个都不能舍，不能舍弃，这个很重要。发菩提心那个标准就是不能舍弃一个众生，哪怕他就是魔，我们对他也有一个菩提心。哪怕现在我们不理他，但是心里面对他还是要有菩提心。我们现在管不了他，也没办法度他，先把他放在一边不理他了。但是内心对他的菩提心并没有减少，只是因缘不具足，就是我们现在度化他的因缘不具足，我们等等，也许下辈子。那佛菩萨就是这样，你看佛都成佛了，那佛菩萨度我们还是你看不着急，阿弥陀佛也好，释迦牟尼佛、观音菩萨也好，都在度我们，但是他也没有着急啊，是不是？度化我们也是他有缘度你，因缘不具足他就等他，但是在他的心中他已经把你度了，佛菩萨他已经成道了，他在他的自信当中已经把你度成功了，只不过你自己还不知道，你不知道这个你未来的因缘，佛菩萨才知道。所以说在佛菩萨的眼里我们都是未来的佛，并且我们未来都已经成佛了，我们的未来啊已经成佛，在他的境界里我们是未来的真实佛，不会错的。只不过呢我们自己不知道，说实话我们自己还对菩提心认识不到位。如果你对菩提心认识到位了，你就会知道佛菩萨是菩提心已经修成功了，并且佛菩萨已经成佛了，那么呢在他的境界里虽然我们可能不知道，但是他已经给我们受记了。因为佛嘛他已经成佛了，众生在他的境界里都已经是佛。所以当你对佛菩萨有这种信心的时候，你自己也会有这种信心，是不是？你想想看，在佛的眼里我们已经是佛了，那我们就观想一下你自己的观音菩萨，然后呢看一切众生也都是未来的佛啊，都已经成佛了。一念南无佛就已成佛道了，那所以说你对菩提心的认识越深刻，那么你那个自信心呢就越强，那你那个菩提心呢就容易发起来。那你把自己观想成未来佛，并且呢是真实不虚，完全没有怀疑，就是有绝对的信心，我就是未来佛，那么呢你对其他的众生发起菩提心来就容易了，
是不是能念？哎，我是佛了，当然我要度众生啊。那当然要利益，让一切众生也成佛啊，这很自然的。所以这个菩提心自然就发起来了，就是哪怕是造作的，但是就没有怀疑了。以度化众生成佛的那个心呢，没有胆怯，也没有自卑心，就是有信心，觉得我一定能够让众生都成佛，因为我也能成佛，我也会一定会成佛。那么呢，这种信心就很重要。放下，我们开始现在还是有我，所以我们要先修修解脱道，把这个我变小一点，变弱一点，淡化一点。淡化这个我执，这个减弱这个我爱，让这个我变小，把这个小我放在一边，用这个心呢，就跟上师啊，跟佛菩萨相应，你的心呢变大，那这个小我啊，因为我执被你踩在脚下了，虽然它还没有消灭，我执它还在的，啊，你一下把它消灭掉是不可能。那我怎么变小呢？你只有把自己的心变大，你那个我就小了，对吧？我是没有变，那你心一下变得跟我上次跟我在相应了，你的气量一下广大起来，那个小我一下就被你踩在脚下了。但是呢，现在还不服气啊，那个小我是我执嘛，是魔我。这个魔王被我们踩在脚下，他是不服输的。啊，你一不小心忘事不利心，那个魔哎又大起来了，我又大起来了，心变小了，我变大了，我慢又上来了，我执又坚固起来，烦恼就开始增长了。我们现在的初学者呢？包括道场里有些人就是这样，道场里你看有些人来了好几年了，课程都听过了，都以为自己发了菩提心，其实你没有发起来，天天听菩提心的课，但是呢，那个时候还跟师父在发微信，还都是唧唧歪歪的，跟师父在那里变来变去的，就是没入门呢。慢慢的，你有一点点惭愧心呢。初离心、菩提心升起来一点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偶尔会相应一下，因为那个时候造作的菩提心发起来，你就会有惭愧心了，也会有欢喜心了。发起菩提心来是欢喜的啊，既有惭愧心，同时又有欢喜心，这个心中应该是会有的，啊，那发起菩提心来能不欢喜吗？这么好，这种自信心。你相信自己能够成佛，能够度众生成佛，这种欢喜是很大的。其他任何的世间的安乐，三界之内一切的安乐，都没有办法升起这样的欢喜心。虽然即使是造作的，不一样的。那个时候你就啊，你很容易跟上师、跟三宝相应。我们跟三宝相应还是要通过上师，中国历代以来都讲传承的，把那个禅宗的祖师都讲传承，通过师父跟三宝去相应，中国人也是自古以来都是尊师重道嘛，是吧？中国人也其实也是很重视这个师父的，